民进党党主席选举就在昨天参选登记的第一天出现了戏剧化的转变。苏贞昌、谢长廷宣布退选，时间相隔了3个小时，但是都同样选择在脸书上抛出退选文。如果没有意外，蔡英文确定会重掌民进党兵符，这也让原本民进党三颗太阳竞逐的党主席之争是瞬间明朗化。根据了解，苏贞昌已经酝酿退选多日，并且要求幕僚不能够对外透露。而谢长廷表示，同样身为创党党员，可以体会苏贞昌的做法。好，这不是以退为高，而是避免派系对立恶化。